太好喝了，我才刚喝，我现在已经好热哦。营养师说，提高了体温一度的话呢，代谢率提升了12%。姜洗分一包燃烧咖啡有一斤的姜，椰子油 MCT 中间脂肪酸，它其实很容易被人体吸收，而且它不会被囤积，它就是让你的代谢超快速。如果本身原本就想要喝防弹咖啡的人，那我就喝燃烧咖啡吧。我真的一试呢就成主顾，而且就屌了。除了运动之外，还有搭配饮食，还有呢靠辅助的保健食品来增加我的基础。一盒呢，里面有十包哦。喝这一杯才45大卡，是无糖的，它也有那个 NCT 的中链脂肪酸，哇，提高好几趴的基础代谢率。我们最厉害的姜洗粉比一般的燃烧因子多了57倍。如果你平常不敢吃姜的人不用怕，它喝起来完全没有生姜的味道。菊苣纤维促进肠道蠕动，然后使排便顺畅，完全没有这些什么减肥药啊、西药的成分。一天。这个的效果就是尽量是在1到2包。热爱运动健身的上班族，手脚冰冷啊，精神不佳的人，排便不顺啊，其实可以喝啦，好不好？ MC 来可不可以喝呢？完全可。运动习惯的人啊，建议你们在运动之前呢，喝一杯。会感觉我的身体又比较热，很容易走路或是运动就大出汗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先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，在夏天以前恢复你10年前 XS 的 size 好吗？